.05， 其实各项的数据都非常的优异。最近的阿德是连十场比赛有安打，但是今天的第一个打数是遭到刚龙的三振，首局刚龙投的精彩，连续拿到三个出局数，投出了三上三下。这球拉掉147公里，显然看林哲轩的反应，其实跟主审这个好坏球看起来并不一致，跟打者的想法不一样。不过这球其实投得蛮刁钻的，对，哲轩应该感觉这个球是比较低一点点啊。不过其实看起来今天的主审上次打其实打左半边的飞球被接杀，曲球过来把余森去给三振，今天刚龙投出的第三 K。干净利落这个打席哦，连续两个直球投进好球带，你没有掌握住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的绝身曲球就来了。是，对，位置很漂亮哦。两好球，两坏球，这个曲球过来，是把刘俊豪给三振，结束了在这半局刚龙的投球。虽然被打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，但是没有失分。等一下再看五局后半魏全龙的进攻。单场出现四次的守备失误，再丢一个高球148，就算是已经是不靠安打都有可能得分，也没有把握。对，两好球的 high fastball， 这个就是比赛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哦。陈世鹏就比较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配球想法哦，我觉得这个跟球速的状态是好的啊，所以我觉得再投应该是可以。变速球过来，把余森去给三振。余森去今天三次打击，面对刚龙被三振两次，一次是追打曲球，那这一次则是一个变速球，对，投非常漂亮哦。那当然，现在两人出局来到86球，这局投完如果是差不多90出，还有颗龙头哎，钢铁龙，哇，直球过来，前一颗滑球，林哲轩想出棒收住，这个直球没有办法招架，遭到了三振，结束了今天七局上半的一个攻势。那目前在分数上来讲，魏全领先10-0。有了很大的援护之下，我们的投手刚龙也投得非常的漂亮，拿下了本季哦的第11场的胜利哦。在整个这场的一些比赛的一个单场 MVP， 待会哦，王老还要做治疗的关系，所以这场比赛的 MVP 的颁奖人哦，我们来邀请了今天打出全垒打的吉龙来带领 MVP， 欢迎吉力吉啊！一起来！你就是我最骄傲的 MVP， 所有的努力将全场先用大声齐叫公关，我爱你，一二三，来，齐力要公关，掌声鼓励。接着邀请我们的幸运球迷来颁发哦 ，MVP 奖都是给到刚龙，所以来颁发是我们赢球龙旁边的枕头，邀请我们的吉龙来收下哦，待会到时候也给到刚龙哦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刚龙是枕头之王，非常多的枕头可以铺满家里的房间哦。好的。谢谢这位球迷的一个颁奖，接下来要来颁发的是我们每日 C 的饮料啊，当然除了给到吉刀给到刚龙之外，也可以给到龙将一起来喝下去哦，来补充能量。好的，非常哦，谢谢我们这位幸运的球迷六，那也谢谢我们这个吉刀的一个好的表现啊，来带领这个刚龙的 MVP。那今天当然是带领的关系哦，请我们吉刀还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部分啦、啊。今天在打击上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哦，除了安大的演出之外，重点是开轰来帮助球队哦。本季的第16轰来出炉了，跟大家来聊一下那个打击，还有今天怎么样来帮助球队。其实今天团队表现都很棒，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其他队友，其实
大家都很积极攻击，那其实我们做得很好，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第二题要来请吉道分享一下。那今天非常特别，是我们龙本自己的女孩日哦，你也穿上了我们的这个绰号的球衣马家祥，那这是你的家乡。另外哦，也在我们全场球迷热情的应援下有好的表现，是来聊一下今天主题是穿上球衣然后球迷热力应援的一个感觉。就很感动嘛，那其实能够穿这个球衣然后又有马家乡在上面这三个字，就觉得以自己的家乡为荣了，就希望球迷你们继续进场为我们加油好不好？好，只是进场为龙加油，以马家乡为荣，也以我龙为荣，待会来跳锐不可挡，一起冲过去，谢谢。Go， 换手。口号地方大声喊出来哦，喊出来龙下风，梦想的地方风超大的，跳起来吼吼，喊出来